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？我是王希林。你上几年级啊？五年级中文，七年级在原来学校。恭喜你第三名啊！谢谢。你准备的很多吗？哎，我没准备很多了，我可是我的妈老是督促我，可是我没有准备那么多，可是我还是要感谢我妈和外婆。请问你明年还会再参加 ChineseBee 吗？肯定啦。希望你明年 ChineseBee 能做得更好。好，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蔡怡清。你是哪个年级的？五年级。比赛你是拿了第几名？第二名。恭喜你。之前你是怎么准备的？我就把不会的字读一遍，然后我就记住了。以后你还会参加 ChineseBee 的比赛吗？我会参加。希望你 good luck。 谢谢。我叫李敏芝。你是现在上哪个年级？我上六年级。恭喜你拿到第一名，你现在很高兴吗？很高兴，因为昨天复习了好多。那个比赛中准备，你比赛之前你准备了很多了吗？就是我就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就赖过去了，所以第二个星期复习了好多，就晚上。还会再参加 ChineseBee 吗？可能再还会。那个希望你明年还能再拿到第一名。希望你明年还能再拿到第一名。谢谢。